大家好，今天我要去山上找一种变异的树叶，还有就是一种果子。这种应该很多人都有吃过啊，我们去找一下看看。这里花开得很漂亮。这个花很漂亮。是的吧？这里发现了一些那个茶叶片，是，它是一种变异的那种树叶，看看，它是变异的树叶。这个可以吃的，这个摘下来就直接这样吃，有一点甜，有点涩，这是好的片。这里是一片那个茶树，就是茶油那种。你现在看一下，有没有更多的那种叶子的？我们叫茶油片，圆的那种果子的就茶油泡，但是依然没有发现。这里有几片那个茶油片，不太好拿。再找一找看，这个是那个圆的，但是这个刚长出来，要等它长大了，然后变成白色的才好吃。今天没什么收获，就得了几片。那种圆的刚长出来，改天我们再去找那种圆的，完全的。